是吧？拿来之后啊。在一国，这里面就十多种料吧，大姐，反正料不少，人家不知道。啊，就推进去了啊，朋友们。啊，他是推来之后先要啊，朋友们啊，先要完先收费，转走之后后边直接又跟个收钱了啊。楼上还有地方啊。对。现在还是20。馒头5毛是吧？老价钱没涨价，还没涨价啊。慢一拍就退伍了去了啊。接着这个盘子又上来了。大宝的一个，大宝一会儿。这就推上去哈，就 OK 了啊。慢点上路。等会儿，别要自己转。来，先搁这屋来。按顺序啊，顺序。按顺序，按顺序啊。哦。小白，来。啊，这个屋里满了啊。好。不过再转呀，别急啊。